的路上。刚刚打完疫苗了，目前还没有什么症状。我是希望我被疫苗认证为老人啊，最好都不要任何副作用。现在呢，是我打完疫苗过后的第十天，现在呢已经没有任何不适的症状，除了被打针的左手臂还很痛外，其他一切都好。我在打完疫苗之后呢，其实没有太大的不适感，是到了隔天的早上我才开始有发烧的症状。发烧的时候吃了一颗退烧止痛药，然后因为我没有买到普拿疼，因为我们家附近的药局说目前普拿疼其实很难进货也很难买得到，所以他就推荐了我另一款跟普拿疼有相同作用的退烧止痛药。我在烧起来的时候有吃了一颗，的确吃完普拿疼过后没多久就开始有在退烧了。不过我烧了一整天，所以每四到六小时就会再，就是药效退了就会再烧起来，所以就是症状再起来的时候又会再吃，然后就这样反反复复睡了一整天，烧了一整天之后呢，在隔天的早上睡醒之后，就好像昨天的痛苦都是假的一样，瞬间变得很轻松，然后很正常，还可以就是正常的生活，正常的去上班。副作用的状况还是要看个人体质啦，如果真的不舒服的话，记得要马上打1922或直接去看医生。这大概就是我这两天打疫苗的一些记录。那今天一样就简单的到这里，我们就下次影片再见吧，拜。这里是延吉生活，我们下次见。